我当那过当时都不知道还跟我讲过，这过去你警察管走的，我让他去上当，我打别个机构的，别警察别打别人，后来跟我们去警察局了。这有没有人有可能的？哎呀，这多危险哦！有钱那些，他好像没有你那个用包邮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有钱买靓仔，